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带您看看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中国新华社在今天傍晚呢，公布了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正式起诉的消息。那么在新闻短讯中还提到了徐才厚受贿的数额特别巨大，这是否显示徐才厚可能面临重刑呢？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了解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玉伟你好。是，东方，我们知道就在各界还在议论纷纷说四中全会怎么没有讨论周永康徐才厚案的时候，中国当局在今天宣布了这样的有关的决定，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我想主要是呢，海内外的舆论啊，对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和中纪委的全体会议都没有提到周永康，还没有提到徐才厚，那么已经是舆论已经是议论纷纷了。那么有的媒体就分析说呢，这可能是党内啊遇到的巨大的阻力，徐才厚和周永康这种大老虎打不下去了。甚至有分析说，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啊给习近平一封信，说已经退休的就不要追究，做好了内部的安排。所以呢，有的人甚至担心周永康案件呢会不了了之。那么今天宣布对徐才厚的起诉，表明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决心，同时呢，也向海内外要彰显他们四中全会在反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廓清外界对这个问题的疑虑。玉文是，那么东方，除了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徐才厚被正式的这个移送军事法庭之外呢，被正式起诉，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今天在新闻短讯当中，到底针对他的罪行是如何来述说的？那么可不可以从他们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看得出来，徐才厚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判决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徐才厚的罪行呢是涉嫌受贿犯罪，那么只是这一条犯罪而已，已经决定开除了徐才厚的党籍，那么军籍，取消了他的上校的军衔。那么这条短信在谈到徐才厚罪行的时候呢，称徐才厚利用职务啊，他职务便利为他人寄生职务提供了这个帮助啊，收受的汇率，你刚才也提到了，用了两个特别，一个是数额特别巨大，那个家人呢收受的别人的贿赂呢也是数额特别巨大，所以用了这个特别的来说呢，基本上呢就说明他会被判处重刑，甚至呢有可能判处死刑。那么徐才厚对他的受贿犯罪事实呢也供认不讳，所以呢还有一点呢，我们想指出的就是他只是以受贿罪来起诉，没有提到他的生活腐化。一般来说呢，中国的腐败官员落马都有一个生活腐化的罪名，徐才厚呢是已经落马的这个军方的腐败官员啊，辜俊山的后台。那么中国互联网呢也盛传了他们与中国军内的一个公共情人的关系啊，有很多这个传言。现在呢以这个受贿罪来起诉呢，说明啊中国呢就不想以这个其他的三角关系啊，或者是这个八卦新闻联系起来，准备严肃的对他们进行处理。有问。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方，这呢是来自北京今晚的最新消息，谢谢东方的报道。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有关徐才厚案的最新发展，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我们的电视节目。